郊外的哥哥儿牵挂这故乡的亲情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邓丽丹，唱的还是不错的哈。我不建议你到企业里面，因为首先第一点是你与企业之间的鸿沟太大了，第二点的话是我觉得你这么好的嗓子啊，你放弃掉音乐就太可惜了，而且的话我们为了这个梦想追逐了这么久，所以不如把这条路走下去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认为这个选手是来圆梦的，不是来求职的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会留灯呢？刚开始在第一场的时候我不敢确认，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懂他，等他的歌唱完了之后我懂他了。哎，特别好的问题，我就想问问他唱完歌你怎么懂的。因为他心中的那个唱歌的梦需要更多更大的舞台去展示，我觉得你来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也替妈妈实现了梦想，你站在一个卫视的舞台上圆梦了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不要走下面的流程了，然后大家直接选就好了。齐哥，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客观。我觉得圆梦和他求职是两回事儿。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李丹今天是特别真诚来求职的，因为你想一想，一个在家全职带了几年孩子的人，他重回职场本来就比较困难，但我们能看到的是他为了去追求音乐的梦想一直坚持，然后去考硕士，这条路走来的不艰辛和不容易，以及他的身上的韧劲，我觉得这些都是他身上闪光点。你为什么要去你用你自己的这个视角和短视去评价这样一位选手呢？特别不合适。杨蓉，如果他只做一个销售的话，我们从他上场到现在为止，他聊了多少关于销售技巧、销售能力的话题，因为他根本不在意那个。但是曹曦他今天来讲得很清楚，他不想做销售，他之前并不是来求职销售的，他是来找一份跟艺术相关的工作。你们让人家自己说一说吧，好不好？对，李丹你说一下，你回应一下曹总。哦，我谢谢您的质疑。我这样回答你吧，其实我真心是来求职的，但是呢，求职企业家为什么会接受你呢？他一定是你有你的优点，对不对？假如我销售也很会销售，然后我又能唱歌唱得好，岂不是可以给你的企业锦上添花吗？我们今天在非你莫属的舞台，我们寻求了一份成功的求职，求得了一份工作，其实也是圆梦啊，对吧？就是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给所有的求职者提供了一个圆梦的机会，本身找工作就是一个圆梦的过程。谢谢您。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思考这个舞台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价值。坦率说，如果选手来就是冲着我们的十二个企业来的，我不觉得他一定要来这儿，因为我们十二个企业都在招聘，都有 HR 的邮箱，他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之所以存在，我觉得应该允许更多的选手到这个舞台上来展示他们，他们也是一种求职的方式，求职的目标不一定是在十二家企业，而是全国所有的企业，很多企业家也在看，我们只是在帮这些企业家再去面试他，或者提一些我们的问题，所以适当的展示自己的才艺，尤其是自己的专业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容忍和接受，这方面应该是我们这个平台应该宽容的地方。那好，谢谢您，谢谢老师，大家都鼓掌了，对吧？如果大家都鼓掌了，那我们台上的十二位企业家没有这个岗位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选择？你错了，这个我回应一下曹曦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是留着灯的，我们想看他的能力，那他有他的权利完成整个流程，是因为电视机前的其他的企业家应该看到他的完整的内容，而不是只有我们来。